飞机吼，2011年1月16日，迄阵咱办第一期，即卖已经百几期啊吼。我迄个特别冷，迄个才6度，迄阵咱拄开始草创吼，咱甲这农场租所在，眠床是通铺的，一间带10几个人安尼，啊无棉被，我连棉被。因叫讲，迄阵爱家己扎睡袋来，啊，我买睡袋讲号称会当-6度，结果干那零上6度，加袂烧啊！哦，迄个真有够冷，咱台湾的冷是足湿冷，台湾的6度，跟日本的6度无同，日本大，所以你袂感觉冷。我迄阵去甲日本天皇接收，哈。伊遐5度，啊，我感觉都无啥会冷，啊，连咱只6度冷到4时阵。迄个6度，日本人嘛来遮上课，两个日本人一个查甫，我看伊赶到4时阵，结果农场的主人准摕一个像个烤箱咧甲烘，我想奇怪，啊，日本唔是作冷的，因拢应该冷惯是，啊，他会比咱较袂堪得冷，结果因讲，吼，咱只湿冷迄会冷到骨头去，哦，因冻袂掉。啊！叫做第暗来咧困吼，我一个较晚落眠吼，我人开始咧寒，啊！我说就困袂去啊，规暗拢听人咧讲，我算我姑苏人就对啦。啊！我一个朋友伊早期伊建筑师吼，爱建筑师讲我有办活动去啥物三林溪。30几年前，迄阵大部分拢照顾团办的，迄种上下铺啊，迄款的吼，啊，我那规间安尼啦，一间我拢带10几个迄款的，结果隔工大家拢嗨头，哼，啥物人工作话声拢差甲袂困。第二届去办吼，因就决定讲好，甲遐会寒拢捡几间。我的朋友我那搞寒的，我那又捡同间，伊尾仔咧甲我讲讲，夭寿吼，伊我那较晚困一下吼。又困去啊！但是困到尾啊，感觉足差的，讲迄玻璃拢哭哭叫啊！讲到迄玻璃哭哭叫，你看，爱算熬寒的，去去公司咱国家用擦开，迄10几个内底哦，尾啊一个爬开，拄啊尾啊剩2个咧困，冠军的甲亚军的两个咧困，剩的拢又擦起来啊！好，讲到这困，我若过坡吼，第一暝我拢做歹困的。去国外佚佗啊，同款啊，尤其去美国，迄个时差佫用咧吼，拢无啥困。迄阵你参加美国迄个国际记者会，我嘛头壳戆戆，啊佫硬，人看袂来咧，咱拢目睭拢硬，真甲足外累个，惊讲目睭要起安尼吼。所以困无饱是真痛苦个代志吼。那么我就讲，大家要佫爱困眠，爱困眠吼。那我来讲一下马英九的故事。即马甲马英九啥来消遣吼，所以讲是全民运动啊。马英九都做个 long stay 嘛吼，啊有一届去一个养猪户的农场参观，迄养猪后饲猪、饲鸡、饲鸭，吼，啊去饲一挂狗啊咧过伊的农场啊。啊即马遐 long stay 一早时啊起来，啊马英九就。请这个农场的主人讲，请伊讲，啊，主人你行头前引带阮参观你的农场。啊，这个农场的主人的平时啊吼，赶猪、赶鸡啊、赶鸭惯死啊吼，好无？伊阵甲卖去，伊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拢惯死行伫精神后壁。马英九、马英啊、狗，好无？啊，就行伫精神后壁对唔吼？啊！即马参观了，迄个岛啊，那主人因夫人都啊那准备一道竹青草啊，请马英九食。啊，杀家己个鸡啊，来炖鸡吼，炖甲烂烂。马英九硬着鸡脚，哇！因中国人做到生文字游戏啊，啊鸡脚着鸡脚，伊着讲迄个做凤爪，好无？哦，这个凤爪好，硬一支伫伊个撇啦。啊！佮硬一支买予主人讲，哎，主人，这个凤爪好吃。主人总甲随甲提讲，啊，总统，
我不咧食鸡卡啦，我拢留互狗食。所以恁下昼吼，食饭若有鸡卡吼，咱若那有饲一寡狗啊，你爱留一寡互狗食。好，好，安尼应该有较精神较好啊吼。来，咱开始上课。好，来，咱讲到这，委任的占领授权书哈，所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用制定一个国内法，台湾管理法，哦，来继续管理台湾，哈，啊，所以中华民国无去啊，未使去讲中华民国，干来顶讲台湾，即摆美国哪里讲台湾？台湾就是咧讲台湾治理当局，哈，所以即摆小英。跟洪秀柱要选的，或者咧选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哈。在美国来看，这是一个小所在官呢哈。啊，这拄我刚讲的，以前用派，即马互恁台湾人选新的总经理，哈。啊，即马这个总经理做七年外吼，真啊做甲不得不切哈。好，啊，咱秘书长有讲有可能，那年底美国法院来宣布讲。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无效，安尼你摕迄个身份证要去领选票嘛？迄个无法律效益啊，吼，所以可能就免选了哈。那么即卖目前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哈，虽然讲美国甲讲做做台湾治理当局，但是伊背后内底嘛是一个流亡政府的迄个系统，继续咧统治台湾。啊，你莫讲。啊！你顶回甲陈水扁是咱台湾人，所以是台湾总统，唔是？因两个去选的，拢选到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这个政府的总统，哈、哦，你会记的？唔是台湾人去咧做总统，叫做台湾总统。台湾唔是国家，都袂使选总统，哈、哦，所以无台湾总统这个代志，哈、哦。OK， 好啦，按个来看讲，伫2008年初。玉山四号正经兵推，迄阵阿扁啊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能选调，吼阿袂就任，但是马英九拒绝，啊不爱参加。但是 AIT 吼、哦，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跟美军的官员，因坐云豹的装甲车，直接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这个横山指挥所，吼、哦、就是中华民国军伫台湾。算上高级的一个指挥所，啊、哦，最高指挥所，上机密是上重要的。但是你看，美军的官员会当入去，美军的这个 AIT， 美国的 AIT 处长会当入去。其实报纸是安尼报，写叫做进指挥所观察，但是我认为这个观察要改叫做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你玉山兵推。推得好不好？哦，美国是上司，伊来视察，哦，所以你要为哪个讲？现在一定要外国的军队，这上机密的所在，那一定要外国的军官，你别甲你看，啊，这不是泄露国家机密吗？哦 ，OK， 为哪看？你就知影讲，台湾是迄个美国军主占领的控制的所在。好，来过来看。去美国下令多销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迄个国徽哈，也各式军事武器。另外，伊在汉光演习，本来咱以前个舰车顶员拢有一个国徽，大只个国徽里有无？车轮牌国徽，嘿，车轮牌国徽啊，但是伊拢有浮雕，那依稀可见哈，这种要依稀可见，包括直升机，这伫这个所在遮哈，拢要依稀可见。啊，是安怎？哎呦，下令美国叫伊爱护掉，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给伊个了讲，恐怖组织三个要件，好来，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伫当地征兵，好来，你来看宾拉登，宾拉登就唔是一个国家嘛，吼、哦，那宾拉登有武器，吼、哦，宾拉登佮用伊个回教。那个教义哈，吸引一挂这个回教激进派的人来参加伊个开打组织，哈，所以
啊，派人去美国受训无人机师，啊，使迄个无人机去拉去撞弄迄个美国五角大厦，啊，甲双子星大楼，哦，所以是恐怖组织。啊，咱甲中华民国甲斗起看卖，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你美国讲的，中华民国有武器，佫是你美国卖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甲平湖，甲咱征兵，哦，咱台湾人每一个人二十岁，身体勇健拢嘛，要征兵去做兵，好吧？所以这三拢你国务院甲你讲的，咱秘书长准用这个甲美国反映讲，你若佫继续叫阮做兵，哦，啊继续去签中华民国武器，你佫卖伊，安尼我要来告。所以美国总管叫中华民国，你遐武器拢总甲付掉。所以你看美国无人机、美国战车，拢有足明显的一个迄、那个哈、哦。这个环的这里有电话在听，哦，你若看美国无人机拢有这个哈、哦。OK， 好。过来阿扁啊，特别蹂躏进程有刺杀飞弹，随引起美国关切哈、哦。这个是国防新闻哈。哦这个周刊做报道啊，伫2011年的时阵哈，前总统陈水扁伫要下令进行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粒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一名美国官员哦，国务院官，随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查证。啊，这有时啊，你甲注意看，报纸记者咧，这拢有时啊。连一下台湾，有时啊写中华民国，啊你会记的？那较歹康的拢用台湾，好康的拢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与什么国家建交？用建交了用中华民国。啊那断交呢？台湾与某某国断交。所以你要注意讲中华民国，你注意不能是电视台，啊是这个报社，内底主管。你审查新闻呢？那找新闻的拢咱台湾人，吼、哦，举卡咩啦？还是迄个小姐出去咧采访，迄拢全台湾人。采访回来的新闻，上礼拜到编辑室，迄主管经理就咧看，哇、哦啊，这报咧对国民党歹呢，唔通藏个，卖报。哇、哦啊，这报咧对台湾人对民进党歹，不卡大片呢，安尼。啊，所以。咱的新闻拢用筛选过，伊要报啥，咱那读个无清楚，都要洗脑去啊！哈，好，这来注意哈。好，迄阵的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伊讲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关切哈，一名国务院的主审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办公室，问伊讲有刺杀飞弹无？伊讲有，但是干那刺杀还未成正式生产。这个蔡明宪同志佫甲保证讲，阮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啊，这真正，你注意嘛，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嘛。哦，这伫《孙子兵法》内底也拢有讲。啊，你开遐个钱，啊，发明这粒飞弹，遮好的飞弹，你讲干那摆咧好看，无必用，这都矛盾嘛。哦，你。一只猫安尼破，我甲切甲金丝丝，我甲尖尖来来，伊讲我无，我这好看呢，我不要讲攻击，哦，啊，这就是矛盾，啊，这嘛就是讲台湾伫台湾这个政府啦，哈，无论你是民进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去你做，去你执政，拢嘛是爱听美国，爱看美国的面色，哈，好，过来，迄个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和台湾。啊，你甲想想，哎，大日本帝国就是这三个啊，你甲这三个甲斗做，就是大日本帝国，有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日本帝国就是这三个所在啊。今麦迄个战后拆做三个地，吼、哦，韩国独立出来，台湾地位未定。日本敢那会当保留迄四大岛，吼、哦、，OK， 好，啊，关键啥物内容？我来咱看，飞弹射程，好多啊，有无？咱刺杀一个中程飞弹，美国都来咧干涉啊，吼、哦，
那么韩国马修，你这个天安舰事件哈，五年前发生天安事件，进前美国干那和韩国会当做伊家己做飞弹，做300公里的射程 ，OK。但是天安舰事件了，美国有放宽，和韩国你会当做800公里的。但是你若做800公里的射程的时候，你的弹头干那会当背300公斤，哦，装300公斤的弹头。那么你若做500公里的较近呢，你会当弹头较大粒，会当500公斤安尼，好，哦，这是韩国这部分飞弹的射程的限制。好，过来核武研制。啊，足拄好，这三个所在拢有法度做原子弹。中华民国蒋介石、甲伊囝蒋经国，拢对全世界号称讲，伊无要发展核子武器，但是拢开足侪钱，偷偷啊咧研究，咧偷做原子弹。哦，所以伫个中山科学研究院有一个科研所。包括清华大学也有一个啊，这个核，我们在研究核能的这核工所看哈。那么，1988年1月12日，你注意下听，这真好记。1月12日，就是1946年的1月12日，咱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本土台湾人啊，日本的台湾人，叫。蒋介石甲咱变更国籍，咱变做中华民国国籍。吼，啊，讲迄讲，咱有一个，这个张献义哈，伊是去美国留学，伊由美国 CIA 甲吸收做情报人员。啊，入去的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这个核研所，做个副所长，吼，伊跟他做个上校哈。那么，伊收集蒋经国发展的这个原子弹特别成功啊，遐一挂资料，吼，迄阵伫美国的安排之下，把这资料带去美国，伫美国把这资料给美国的官员看了，美国有摕到这证据了，所以要求中华民国你爱停止哦咧做原子弹，啊，伊美国随看。联合国，嘛国际，哦，原子能总署派人来到龙潭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里边把咧研究的核子弹的这个设备仪器弄拆掉，把这个重水反应炉用阿门陀封起来，后边我那对一下阿门陀车入来，就灌浆封起来，迄阵。迄，那个核能研究所遐一挂研究人员，迄拢真侪拢是中国人，吼，啊，小部分的这个台湾人，因是当然做唔甘，因为开足侪钱，吼，哦，迄有诶，迄阵拢含以色列、含南非，请因遐专家来咧，啊，到研究，啊，这拢要开足侪钱吼，啊，但是真可惜，嘛毋是讲可惜，这原来会当讲救了咱台湾，因为因迄阵。蒋介石、蒋经国，因的心态是讲，按算讲，我若发展几粒啊吼，咱无啥物投送的能力，咱干来当大家家己自爆，因为你无这个载具，无像较早讲像美国有 B-2 靠会当载这载来对人共啃，哦，伊啃广岛长崎，台湾无，美国就刁工甲你限制这物件，啊，你做无效，伊即马按算讲，若阿强啊。那讲制空权咱输去，制海权也无啊。阿强啊，起来占领台湾，要自爆用啊。啊，就崩了台湾，拢起了了啊。哦，所以后来在张献义叛逃，把这资料炸出去。美国随派人来甲这仪器设备拆掉轰。啊，美国平常也这样轰中华民国咧做核子武器这些工厂、这些设备，就是伊是占领者。有最高的权力，哦，简称高权，叫你三百样子，三百样子，你拢爱听哪无？哦，这是军事命令咯，军事命令你若违抗，就是种死刑，哈，哦，所以真趣味。
2010年3月10日，日本大地震哈，啊，伊这个核岛啊，福岛核灾发生了。尾下，较陆陆续续发展，知影讲，哦，原来日本利用核能发电的时阵所生产出来足侪武器级的布。伊说累积这物件，会当做要几千粒的原子弹呢？日本要做原子弹，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只要美国呐答应，讲啊，你会当做，日本就我都。做真强烈的飞弹出来，那个原子弹出来，所以这三个所在要做原子弹拢没有问题啊！只要你美国肯可以做，伊拢我都来做出来。好，过来，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的军队平常时无战争，指挥官是韩国人，但是呢？如果韩国发生战争，吼，比如南北韩战争阁整起来，就美军的指挥官，吼，美韩联军，就美军的指挥官出来指挥。所以，本来因韩国是要求讲，伫2014年，去年，吼，美国就要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交还予韩国，因为按照讲韩国军有够用啊。结果发生5年前发生天安舰事件，就是一只军舰莫名其妙碰在顶面，啊，韩国的这个海军嘛死几啊十个。了后，韩国家己主动向美国讲协商讲，无你办啥把这个战争的指挥权还给我？原来要是那战争的时，原来你美军来领导战争啊呢？哦，所以这个战争的指挥权今麦要搁。在美国手里，哈、哦，所以你来看，这些关节，现在等关节，你主要嘛，韩国嘛是过去有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先后就是战后差不多6-7年后，韩国因为旧金山合约准独立出来啊，哈、哦，但是迄段时间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生效，韩国等于嘛是美国军事占领，啊、哦，因为迄拢是迄个美军。打败日本了，解放的所在。好，那么过来，咱来检讨讲，是安怎阿强啊打金门的古林头战役，是安尼打败仗。过去伫中国，吼、哦，因那边大陆遐吼，咧修建国共内战的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吼、哦，阿强啊咧打，就呛声讲，我今仔日要打南京，前一天。国民党就把我款款的绕跑啊，因为怎样去点书，老大家点包死的，吼、哦，所以拢一日绕跑，拢咧走，咧走红路就对啊。那么规个中国，毛泽东拢提掉了，蒋介石就绕跑来伫台湾，从金门、马祖、个舟山群岛，好无？到尾啊，中国的这个长生将军，一个叫做叶飞，啊、哦，毛泽东。派集中部队伫厦门，准备要摕金门。叶飞认为讲啊，即过去我的经验就是讲，我若讲要摕对，国民党就唱空城计啊，就绕跑啊。好、哦，结果伊毋知影讲，金门迄阵蒋介石知影讲，若佫继续用因的黄埔军校的即个人咧指挥，一定佫输的。所以首先就。派特使、派密使去日本，去找一个叫做根本博将军、中将。伊迄当时伫西北吼，内蒙古迄边，底下跟阿强阿小战的这个指挥官。第二次世界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全部投降，但是这个根本博中将。伊下令伊个部队武器拢袂使交出去，因为呐，伊要维持伊个武装，倘个火上，吼、哦，迄差不多要30万个即个日本个侨民，啊、哦，日本迄阵去东北有投资足济工厂，啊，甲有一挂军工教人员，甲一挂做生意人，
既然百姓伊还用武器来保护因，看看按部就班撤退，来到这个港口，互因登日本。所以武器袂瘾交出来，哦，所以伊跟阿强阿小弟做有经验，嘛跟苏联小弟嘛有经验，哦，所以迄阵苏联买用武器买甲拍输，哦，无都拍落来。所以伊安尼一步一步有计划安尼撤退出去，所以这个人救日本人，哦，那么蒋介石就知影伊这个人跟阿强阿有小弟的经验，并且伊甲伊的一挂参谋人员来到台湾。换成中华民国的军装，佮改中国名，伊本来叫做根本无，爱改中国名叫做林保元，好，哦，还有这个叫做白团哈，哦，这就是较早咱有，尾后有这个叫美军顾问团，啊，这个白团就是等于日本军事顾问团，哈，哦，所以派伊去金门重新布阵，伊等于咧做指挥官了，对吧？伊的战术，哦，跟黄埔军校还无同啦，吼，啊，包括迄阵咧守金门，是咱台湾军，迄阵孙立人将军伫洪山训练咱的台湾军，即个台湾军就是毋捌战败，还佫有日本精神的吼，咱的少年囡仔，即个台湾囡仔还佫有日本精神，所以足听命令的，尤其听。根本不下的命令，拢总是作落实的。所以，这个叶飞，这个阿强啊，这将军派伊个什么万船齐发登陆起来，根本不将军讲好，你伫岸边跟阿他们接触短暂的休战，那休战就何通撤退啊？开一个开口，火云拢起来，这个原来算口袋战术之一。阿廖卡。派船啊，去到外海遐，伊遐拢迄阵较早拢插船，放位小小点。啊，台湾军勇猛向前，唔是像阿强啊，唔是像迄个国民党军，听到讲要拍架就绕跑，所以遐老乌啊拢是秘伫遐碉堡内底，是台湾军伫头前咧开面前，佮拍死无退。好，哦，所以第一指挥官换人，换日本的将军，兵啊换台湾军咧战。所以古林头战役是咱台湾兵配合日本指挥官打赢的啦，无靠可能古林头会打赢。那拢总是中国军，因定咧臭屁。郝柏村迄阵就是伫金门，迄阵嘛做排长嘛连长尔，就是伫根本无将军下骹指挥。所以即马家己起来做个什么参谋总长了，臭屁讲古林头因外敖外勇，未见未笑，哈，哦！中国人就臭屁第一名，哈，哦！啊，所以安尼赢了哦，民心士气拢起来。但是报纸国民党迄阵掌控电视媒体报纸，拢讲因国民党军即马外用都外用，甲全世界讲哦，因已经安定了后方台湾，我即马台湾煞变伊后方啊。哦，啊，所以安尼唔较怕赢，所以。郝柏村咧臭屁，迄种唔免甲想吼。郝柏村去年年底咧选举的是柯文哲，伊骂柯文哲讲这是黄民的后代，伊甲咱认真讲，咱拢号做黄民，无唔对。啊，因啥物人你敢知？因号做难民呐，对唔对？离开家己的国家，走去别人的国家的国土，迄唔是难民叫做啥？咱即卖咧有三流的难民咧甲咱统治，你看咱台湾人有郁卒无？咱台湾1935年就外先进啊呢，哦，1935年，1945年吼，哦，战争结束，咱咧伫迄个前十年，1935年，台湾就办世界博览会啊，你知？日本咧庆祝台湾始政40年，就是日本伫台湾建设40年，变一个模范的这个所在吼。哦看东京，哦，差不多啊！这，迄阵你若甲看当时翕的台北的空照图，啊，莫甲你讲，你会讲啊，这是欧洲，你厝顶拢尖的，拢尖厝顶。啊，你注意看，以前日本所起的建筑物，哦，你即摆看监察院，即摆总督府，哦，
啊，甲即个什么台北宾馆，包括较早台湾银行，拢一条诶，拢尖厝顶诶，对吧？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咱的建筑物有够歹看，拢直线条诶，拢直诶，拢火柴盒，你注意甲看。人日本时代起诶，拢尖厝顶，圆诶拱窗，无像讲即卖你即卖看咱台湾的窗门，大家拢是直诶啦。无艺术眼光，条啊拢，咱即卖条啊大部分拢四四角角。日本时代家己做诶条拢圆圆条，圆条爱相当诶技术，你甲做会好看。嘿，圆诶你若做了无圆哦，你都看了有够歹看，吼、哦，爱相当诶技术，这第一美感。好、哦，所以人是日本诶建筑是有曲线诶，吼、哦，中华民国建筑你不能直直诶，拢四东东诶，吼、哦，足歹看。那么这个是国共内战啦，哈。啊，但是各有一个战争哦。像那阿公啊，敢拍金门马祖，唔敢拍台湾甲平湖。过去，若要摕台湾，拢一定先甲平湖摕个，哦。荷兰人嘛是同款，哈、哦。啊，你阿想，头拄啊迄个金门马祖迄、那个。古林陀战役，那是国共的内战。那么你拿来拍台澎，变国际战争，因为台湾甲澎湖是日本国的国土，哦，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只是管理权、治理权是伫美国手里，啊、哦，啊，所以毛泽东他佮算清楚，伊知影袂使伊摕，袂使伊拍金迄落澎湖，拍澎湖就变国际战争，就是。去拍到美国啊！哦，啊，伊个一日当然无法度跟美国拼嘛。伊迄阵哦，1955几年迄阵 ，OK， 好，好，安尼了解了哈、哦。好，那么被占领区的国防是占领军来负责，咱台湾迄个美国占领，所以台湾照讲台湾的军事安全，那发生战争，美国爱出兵处理，所以照讲咱台湾人唔免去甲。咱台湾人被占领，唔免去甲美国买武器，嘛唔免做兵。我头拄啊，迄个恐怖组织三个要件：武器、甲兵啊。咱这拢未，咱未使去做兵。咱用占领，美国去占领琉球，敢有叫琉球人做美军？无啊。美国去拍伊拉克，甲海山拍倒。刚好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无啊，因为这效忠问题嘛，对立的所在啊。我甲你拍，甲你拍败，甲你武器收缴开，啊，我即马要阁叫你发武器哦，你讲叫你来做我美军，啊，你拄啊摕美国的 M16 甲我弹，包死的，哦，这效忠问题无可能。所以占领区的地方的人唔免做兵，唔免买武器，哈、哦，国防安全拢是美国伊来负责，哈、哦。那么你来看，蒋介石拢穿军装，伊伫重要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伊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对吧？即、這个穿军装怎啊？啊，伊个头家，哦，即、這个艾森豪将军，总统啊，哈、哦，伊伫1960年来台湾访问，头家穿西装。啊！伊个代理者，爱穿甲安尼军容壮盛，安尼穿甲安尼。你敢捌看到蒋介石穿西装？唔捌嘛吼。其实伊捌，但是拢伫国外来。1949年7月，蒋介石去菲律宾访问，看迄阵个智利诺总统合影，因为穿西装拍人过来。啊，佫一个，伊去韩国访问李承晚。总统的是，嘛就穿西装，因为伊才离开台湾，伊就唔是啥物，这个军事占领者哈，总督的身份哈。OK， 好，咱来做一个小结。哦，因为头拄啊，我讲17项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甲迹象，这些迹象咱就知影讲，台湾真正有美国军事统治哈，军事占领。
啊，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要依法行事。所以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克林顿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保护台湾哈。这伊是依法行事，依台湾关系法哈。好，美国的总统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好，伊若无依法行事，如果台海危机的时候，伊若无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保护台湾，安尼伊有做失职。法院甲国会拢会甲监督，哈，所以美国总统唔敢违法，哈，会用弹劾，哈。那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啊，就独独咱台湾人，由国民党新人管控，哈，啊，佮伊背后你知影就是错误的资讯，所以台湾人，迄个洗脑，迄个放毒伫内底，真可怜，哈。所以李登辉讲出台湾的真相，讲咱无咧抗日，咱迄当时是台湾的少年人，足欢喜要去做日本军，迄是一个光荣的代志，要替祖国来效命，要牺牲生命，无要紧。迄阵是日本精神足好个，台湾人拢要去做兵。啊，结果因国民党用因中国思想硬要加伫咱头壳顶边。讲咱拢爱做个抗日，所以因即马咧办啥物70周年抗日，迄只个活动，咱比如有咱有讲，日本伫台湾即个代表，哦，过去即、這个台北会啥物咧纪念签署啥物50周年、几周年。迄阵有一个叫做斋藤这个代表吼，伊刚答应去参加，而且咱秘书长尾也甲动，讲你去拢卖讲话。然后伊去家己有一个中正大学，伊演讲的时候，伊讲台湾地位未定，吼，就底下就开始等于咧反驳伊，怎讲伊过去做唔对，伊即马开始爱甲大概这个历史真相爱讲出来，所以马英九都袂爽的，准甲等于甲驱逐。叫日本爱甲这个调倒转来，换一个新的来，哦，因为伊讲的话无合马英九听，所以中国人拢要讲伊讲的就对，啊，拢来听伊的，叫做中华帝国的思想，伊拢咧反美帝，结果伊家己咧做中华帝国的经营下，伊拢无检讨家己。你看，即卖习近平起来了吼，无像较早这个。邓小平讲的讲韬光养晦哈，就是讲爱较美秋一下，哦，好好发展实力。即马实力较有啊，台湾人的资金、钱、技术拢伊个教，全世界拢伊个教，伊即马做个做武器也有赚到钱啊。我即马大买个，即马拢咧企业啊，南海也咧掠代志，东海钓鱼台也咧掠代志，吼。所以即个国家吼，都强个卖要强个，即个要强个，咱边个国家拢歹啊，吼。这就是罗马国家哈，好，以上的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哈。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你即马虽然无看到美军，但是美国有派足侪工作人员在台湾，咧掌控台湾的这情报，包括台湾的一挂重要的这个雷达站、监听站，拢要阁是美国人，无穿军装，穿便服。底下咧掌控，所以你看袂到美军穿军服，因为迄当时1979年要跟阿强啊建交的时候，因咧讲话的公报内底就讲美军要撤离台湾，安尼阿强啊较要跟伊建交，啊，所以美国只好用暗的讲，啊，我虽然都正式穿军装拢走啊，但是留一挂穿便服的伫台湾。咱来参考其他国家自治建国的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哈。古巴哈，美国跟西班牙伫1898年修建哈，啊，这个修建就是因为讲美国有一只军舰伫这个古巴的哈瓦那崩伊，啊，美国就罗讲是西班牙甲炸沉的哈，啊，所以发生战争，战无三个月，西班牙就输啊哈，所以因伫
1998年12月，伫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跟台湾解港，咱嘛是向放弃，哦，佮让菲律宾、波多黎各、甲关岛予美国。但是美国伫1902年5月20日协助古巴独立建国，哦 ，OK， 好，过来咱来看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甲即马地位不定。啊，这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殖民地就可以独立。但是台湾本来就是日本的领土。哦，1945年4月7日，咱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因为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开始实施，啊，这依照国际法就是已经变作正港的日本。天龙的领土啊，哈 ，OK， 好，那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美西战争签这个巴黎合约，哈，为西班牙合法出兵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台湾有台独分子，菲律宾嘛非独分子，哈，啊，菲律宾的独派，因的反抗军拢去骚扰美军，哈，拢拍游击战，打了就跑，啊，美军就去甲追剿。啊！你知影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啊，2000几个较大。即个菲律宾的游击队拍了，就为这个岛走迄个岛。美国去捉遐，伊就去走迄个岛。哦，头个美国头个冒了一烧，人家讲招迄个叛军的人，吼、哦，游击队领袖来协商讲，好啦，无你阁继续给我管10年啊，哈、哦，10年后，吼、哦，我给恁菲律宾独立，吼、哦，啊，所以迄10年就给菲律宾一个自治区，哈、哦。但是无想讲，1941年哈，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攻陷马尼拉，迄阵麦克阿瑟将军底下做总司令哈，甲菲律宾的总统一扎咧做位撤退去澳洲，啊，这拄啊麦克阿瑟一世人做军人上闹鬼，那3个月外就菲律宾守袂住，就闹跑，啊，这先啊，咱。日本的黄金在打菲律宾，在打美国的占领菲律宾，这么近。第二个原因就是咱的高沙义勇军有参战，啊，为高雄、台南、高屏地区的机场，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飞去马尼拉，甲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弄个炸派，摕到制空权。因为麦克阿瑟无想讲有法度飞人机会当飞向来甲炸了，对吧？那么摕到制空权了，当然真紧就摕到制海权。遐军舰若无飞人机保护吼，敢那咧做火把，军舰咧走足慢嘛，咧驶足慢，啊飞人机咧走足紧，甲你放炸弹，你就沉落呀，吼、哦！啊，所以过来咱的高沙义勇军，迄阵美军的基地。后壁是关山，吼、哦，头前平原，美军拢过头前来，就讲这一定为头前来，唔知影咱高沙义勇军爬高山，敢那咧惊平地呢？各种来无影去无踪，因的行踪吼足隐秘的，那暗时啊咧行路无声，所以为后壁落来吼、哦，后壁没有设防，一声美国的部的钉头又破盖呀，吼、哦，所以迄个基地足紧的。最近就有咱的日军，包括咱的高沙义勇军，甲退了。好，好，啊，底下呢，我尾下咧想讲，现在麦克阿瑟将军，伊的一号命令下兵的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我是咧想讲，这是毋是咧甲咱报残烈湾？吼、哦，人家台湾军，甲台湾的飞机来搞炸啊，害我菲律宾收无掉，有够闹鬼。啊，即嘛。办报残了，叫一个三流的两公的中国军来甲恁管。哦，咱今仔即70年以后，这中国军遭打架吼。好，那么1945年日本打完了，1947年7月7日，伫美国合作下，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注意讲，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因的国庆日7月7日。菲律宾的独立纪念日嘛，7月7日，
啊，真趣味哦。咱台湾的2010年7月7日，美国邀请咱去美国华盛顿使馆特区，咱嘛伫遐挂牌啊，台湾民政府伫遐挂牌啊，美国替咱成立哈，伫遐创一个办事处 ，OK。所以这真有意涵哈，而且2010年过来9月7日嘛，请咱伫美国办一个酒会，就是庆祝挂牌的酒会。啊，你9月7日啥物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啊。哦，所以美国咧做代志，你爱看伊做些动作，拢有意涵哈。过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啊，立陶宛伫遮，伫莫斯科啊，遮有三个小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啊。那么立陶宛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因为作为苏联呢，所以就随向并吞，而且这三个小国家就随向并吞啊。那么一直到1990年的三月才。因为民间议会宣布独立，但是国际社会遐较大国家拢咧管咯，啊，你独立毋知真啊假啊，哦，所以拢无甲承认。一直到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和迄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低于50%，差不多30%通啊呢。全世界就知影讲，哦，你袂见过。和苏联管啊，因为你若伫苏联军所办的选举所选出来，是苏联掌控的苏联军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为安尼了哈，国际都无承认苏联统治的合法性，你民意伤低嘛，遐侪人要参加你的选举哈，所以到1991年9月7日，即嘛因家己办这个公投，当然大部分就拢。同意独立，所以因独立成功。苏联看大势已去，率先甲承认了啊，你为遮你来看这个立陶宛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这个选举的意义啊，来检讨讲咱参加中华民国流氓政权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好，来你来想，当你咱即马讲总统大选哈，当你总统大选迄一天，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打入去投票所，咱就先输一半。第一，你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你唔开提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你要来这个领选票。咱日本台湾人，你即马说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去参加中国的总统选举，好，你比你选票领到，你伫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等落哇，咱来甲看2008年。迄届总统大选，谢长廷独派，选输通派马英九输200万票，好不好？过来看，2012年1月14日，通派马英九含独派小英，哦，小英迄阵三只小猪牵开来袂了，稳赢，安怎讲稳赢？结果咱秘书长伫遮，伫广场，2012年1月7日，伊宣布。你美国甲讲啊，讲你甲宣布讲，小英会输80万，咱秘书长大家唔敢讲。哇、哦，这真啊假的？啊那我宣布啊，结果唔是，是赢80万，啊都我台湾民政府包起来收起来啊。但是伊个甲美国求证，美国讲你这里甲宣布，所以咱秘书长伫选举前13天吼，1月14日投票嘛，那1月7日。咱秘书长伫台下顶，即你吊龙眼大龙眼有，就讲小英会输80万票，各位的票开在拄啊输79万，唔知几千票，有够哇吼！所以，你再来看，美国真正掌控台湾，掌控得很严密。所以第。自由民主的投票之下，恁两届咱拢选出，这两届你若加当作统独公投，咱输。所以现在美国一直当阿扁也袂使办统独公投，就是讲
恁台湾人头壳都无清楚，你若同如讲都搬落，就像咱输两百万，啊无就输八十万。这是全世界咧看恁台湾人讲，嗯，啊恁都台湾人欢喜买哦，啊跟我统一的嘛，买哦中国人甲你统一的嘛。所以你若去同如公投票开出来了输，解放军来入来，美国要出兵煞唔知要哪，到底要？尊重即马全世界普世价值，或者民主自由嘛？你民主自由投出来票，我要尊重你无？还是我要出兵去当阿强啊？伊会师出无名，佮脚手会软呢？靠腰啊！恁都要用管的啊！我来给恁停一日，热脸贴你呢？台湾人两屁股，所以恁台湾人头壳爱想好势哈、哦。所以美国会动，就是美国足知影台湾的局势。所以，咱来抵制任何中华民国利用体制下的各级选举，无论县市长、立法委员，伊拢免卖参加。所以，伫那三年前，咱秘书长就发布讲，所有当民政委人拢袂使参加中华民国选举去投票。好，好，过来咱来看琉球反蛮模式。哦，琉球1952年，伊嘛成立琉球民政府。啊，有行政立法司法了哈。那么1958年以前，拢用米巡军票来代替这个钱币哈，但是以后就用美金了哈。1970年要琉球反乱进程，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去四大岛，爱向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类似这个 passport 的意思。迄阵琉球等于是。日本国的境外，琉球人要去日本，算作出国，不是国内线哦。哦，咱即马平湖要来台湾，这叫做国内线，免提护照，身份证的都会当坐飞机啊。但是迄阵琉球人等于外国人，要去日本的本土，爱请这个哈、哦、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哇，爱请这个旅行证件。那么台湾。将来嘛是会安尼，吼、哦。咱即嘛是咧向美国要求美国爱发旅行证件话，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咱唔是中国人，所以咱摕中华民国即嘛即个车轮牌护照，即错误的，违反国际法，吼、哦。所以将来咱有可能会类似即个啦，吼、哦。Travel document， 吼、哦，这个是旅行证件，这是美国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啊、哦，当然。不一定是执行的哈，但是版本安怎还未确定哈。OK， 过来，1970年6月17日，日本政府把3亿2000万的美金交美国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那么根据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还给日本，包括钓鱼台，哈。啊，你注意，并无办。公投哈，唔、哦、是讲因为琉球人哦欢喜要等于日本，所以因办公投他等于，唔是台湾即马阿扁啊因吼，作个办公投的，按怎讲啦？统独那独派胜利时代，你要独立出来，唔对，因为呐，这有战争在的问题，是安怎爱赔3亿2000万美金？这就是战争债嘛，台湾同款啊，咱将来台湾要返还日本，那么有一个代志要先做，小爱情好，咱即卖台湾即块领土的主权底下伫美国手里，你啊提钱来行啊，吼、哦，你甲银行借钱，你若无行，无法度甲你办多销，你要买卖土地绝对袂成功，钱要先行好清楚，吼、哦，好。台湾要返还日本的时，嘛爱咱的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爱赔偌济钱？因为咱为高屏地区台南的无人机迄间克拉克空军基地无人机炸坏，吼、哦，啊为台湾开出个神风特工队嘛，甲日本的、嘛美国的这个军舰刚轰沉的无人机刚拍炸落来，啊，美国大兵死的，你免敢赔吗？都敢那讲，咱美国人伫头前开车开好。啊！你日台日本人开的车，为啥把它弄啊？
弄歹头前个美国车，爱赔无？美国无代无志，我都好势好势，啊！你为咩搞我弄？爱赔啊！你无赔，恁台湾这块土地领土主权定伫美国手里，无赔台湾无法度等于日本啊、哦，没有办法回归哈、哦。OK。那么琉球伫美国军政府占领下，伊有啥物机会系统的结果？这伫战后不四十年后，他解密的一挂资料，日本的学者专家佮研究出来啊。监、哦、管这个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美国政府、北卡的国防部、北卡的美国军政府、美国民政府，伊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予琉球政府。咱台湾民政府将来呐执政，这个民可能会撤掉，哦，都变台湾政府啊、哦。这个琉球政府较有资格来管冲绳这住民，啊，你赶快有这个看咱台湾民政府啦哈、哦。美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甲美国民政府下令下指示，予咱台湾政府来管台湾甲澎湖的住民，哦，将来咱的指挥系统是安尼，哈、哦。所以六十几年来，即马七十年啊，哈，伫中国国民党的裕民教育，哈，介侪台湾人拢用教做变做中国人，认同中国，好无？所以咱真常听着人咧讲，讲自称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叫做精神分裂。我是人嘛，是狗，对不？你记咱做先的红洗脑。咱来做一部阿伯兄弟，你如果看，拢爱讲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啊，反正呐，无做中国人，做个台湾人拢一奇奇歪歪，都爱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好、哦，啊，咱就用洗脑呀，讲咱即马要选总统，这双头路，较早禁止咱讲台语啊。连报地义都爱讲北京语，本来讲下尾，啊，当要翻中国语，看要安怎翻，好无？这就是拢咧伤害咱的自尊。咱一个，我做囡仔，我著挂告白讲，我说方言，我挂几下摆。啊，拢你若有罚钱，就一定白摕掉，吼、哦。结果我无钱通我罚啦，只有我著爱挂白啊。甚至挂架吼，老师讲挂牌啊，迄轻轻啊，改成我著台语拢照讲啊，啊这吼、哦，这个也无改，卖挂牌啊，换牙医啊，牙医啊嘛，搁讲台语啊，嗯，吼、哦、啊牙医啊，搁管理无啊，换牙水桶半桶水，啊咱做囡仔，迄较牙会掉，吐半点钟就软软手就规个人家淡落咯，安尼。伤害咱台湾人的自尊心，你看，好佳哉，我那盖伦命，吼、哦，我那怕死无提，甲今嘛拢来反国民党，啊，所以，这，这几年来吼，都、哦、对毕主席我足欢喜，就讲，咱的目标明确，吼、哦，所以，国民党要倒啊，吼、哦。国民党无倒，台湾袂好吼。即、哦、摆即句话呐，改流行啦吼、哦。OK， 好、哦、，OK， 好。即摆足侪人拢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有时啊，我会甲那较好朋友，我会甲开玩笑，嘿呐，你是人嘛是狗，吼、哦，安尼就甲消遣了，伊嘛想，哟，怪怪吼、哦。我都台湾人，就台湾人，那会去变做中国人？好，来。他都有讲过，两千零八年到两千十年，咱的总统大选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哦。啊，那解放军入来，咱变统派台湾嘛，哈、哦。啊哟，解放军入来，甲咱合法并吞，啊，咱就惨啊呢。这是国际法来讲是合法可能，到时美国甲日本的美日安保条约作歹插手的，台湾就会沦入永世浩劫，哈、哦。OK。那么，咱来看台湾那独立建国，你要爱负什么责任义务甲风险？来，台湾人家己爱纳税金对无？
那边税金无当紧，爱搁服兵役来保卫台湾，啊，要做兵爱有武器，你那边税金才来买武器，你的武器爱家己去研究，吼、哦，去家己去买，还是去家己发明，吼、哦，啊，这都要开足侪钱啊！而且伫阿未加入联合国以前，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因为你拄独立，你阿未跟其他国家建交，嘛阿未加入联合国，所以其他国家无法律个义务出兵来给你干涉保护你，吼、哦，所以这真重要。拄开始咧足危险的，吼、哦，啊，这有一个案例，咱来看，咱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咧，吼、哦，东帝汶伫遮。在旁边同样跟我们台湾讲，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好，来我来看东帝汶1975年为葡萄牙独立出来，叫做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后来又加入联合国，到刚刚印尼军马上入侵把占领，好，在1976年7月变成印尼一个县叫做东帝汶省，那之后20年统独战争造成到10万至25万的死人，好，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大部分人拢支持为印尼独立出来，哈，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哈。但是公投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哥开始清洗的东帝汶，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造成到即马，东帝汶也阁是全世界上善者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救援，安尼就足惨啊！吼、哦，啊，这敢是即款的独立的叫做敢是咱要爱？台湾呐，向往独立，伫阿未赴跟其他的国家建交，签啥物协防条约，阿未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嘛无可能派维和部队来甲你斗相共。安尼，咱阁干那离一个台湾海峡呢？阿强阿要过来就足近的哈。好，好，啊，咱来看美国管辖下做一个比较哈。一线之隔的这个墨西哥州，含这个灰色的墨西哥国做比较。墨西哥国的人拢要为这个边界要走入墨西哥州，墨西哥州就是讲一阵美国占领哈。比如军政府安尼，什么原因？表示这个所在好趁食，吼、哦，民主自由，啊，社会发展较先进，所以足侪人拢要走入墨西哥州。表示墨西哥这边较歹趁食，治安也歹，吼、哦，较无法治。好，但是你注意看，加拿大跟美国一线之隔，因这个边界基本不设防，吼、哦，你。真少听来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来美国？因为呐，你生活水准要变悬，吼、哦。比如讲，你作奸犯科，你才会偷渡，吼、哦。一般是正常的人袂去偷渡，吼、哦。OK。过来，咱看台湾海峡一海之隔，这个红色中国，啊，这个伫美国，吼、哦、保护下的这个台湾，总是较。自由民主，吼，伫美国的压迫之下，叫国民党咧开放，吼台湾人参加选举，吼台湾人伊爱解除报禁，吼、啊。所以你看20几年前，中国人足爱偷渡来台湾，有无？迄阵连无人机也不时塞过来，有无？民航机不时都塞过来。为平潭足侪福州的人，拢为平潭。这时阵啊，为南寮渔港附近吼，甚至偷渡，为屏东的南边东港、枋寮遐偷渡起来。哎，你也着，拢讲叫做偷渡客，有无？其实唔对啦，偷渡是那是偷渡犯，啊、哦，偷渡客来，这个逻辑来行吼。安尼，连刚咱啊等于咱到拄着小偷，来讲哦，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凉的，你有摕起食无？因为啊，皆是人客，你爱好好招待嘛。偷渡客啊，小偷客啊、哦，所以这中国人不是拢用干那些啦，因啊，因嘛知影讲迄种偷渡犯，将来报社报出来拢变偷渡客，迄因的兄弟啦，迄款的亲戚走来，人客对不对？
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咱台湾人家己自治，会当免税、免做兵。我、这省来钱，国王甲军队都省落来，这因为这美国爱护者嘛，省来经费咧建设台湾，变成东方瑞士的理想家，毋是作好的。免计较，我讲我话用都话用，咱搁卡搞，咱就输美国的发展啦，所以咱爱借力，借力使力，摕美国的手来争石狮啦，会晓未？莫甲家己手都硬要去争石狮，家己争个鼻青脸肿，好，卖计较，好，咱搁来看，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跟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分帖，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这阿扁发明的，好。好，那你若要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来，咱来看，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你得在国家里靠资格加入联合国，好。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啊，这一定来认定哈，是不是国家认定有四个标准？爱有人口，爱有领土，爱有政府，还佫爱有外交权。好，咱来看台湾国有人口无？歹势，台湾国无人口，因为你即马所提拢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也无法台湾国的身份证给台湾人无？领土歹势，即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嘛毋是你的，你还袂提战争再去行哦。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咱台湾政府哈，毋是咱台湾人家己的政府。啊，我有啦，我有外交权，我有二十几个小朋友国家。迄种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用于的外交人员去跟人签回来的建交公报，不是你台湾国派外交官去签的、好，好，所以很多人不了解，都认为咱是一个国家，台湾是已经是一个国家。其实台湾人头壳戆着讲啦，介绍看起来咱台湾拢有人口啦，领土各种拢有，咱头壳大，这不是领？不是吗？所以真头壳疼，台湾人拢会，台湾就做成安尼啦。敢那一只狗，我那身躯甲洗洗咧，衫裤甲穿个西装甲拍起，连裤带拍咧，手牵咧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即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就是安尼，人模人样，好像什么都有。讲人也有，你啊土地也有，某一个政府咧管台湾，好像一个国家。阿扁也着异想天开，伊做总统着讲，无个，咱即马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阿扁的意思是讲，我不要抢你中国这个席位，倒啊以后我卖甘你抢，我家己做一条新的倒啊，甲以后我来坐边啊，不要甘你抢一类，迄个从，迄个。用台湾的名新加入，你问的马英九、中华民国，因拢讲要重返联合国，好，咱来检讨哈。好，这先讲了哈。台湾的目前的国际地位日趋美战嘛哈。台湾目前干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哈。卡苏台湾若要建国，要有五个步骤，你要注意，我是讲假如哦哈。咱这不是要推广台独了哈？好，你若要建国，嘛爱照步来，照国际法律一步一步来。第一，咱这嘛伫遮，咱来先要求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哈，甲刷去金门马祖，看要去对拢古在，只要离开台湾就好啊，互咱台湾民政府主持。自治段时间正常了，台湾人洗脑洗到拢正常啊！中国的下底头壳内底本子拢清除了，咱爱阁要求日本的母国和美国政府协商，予咱甲战争再行了，予台湾返还日本，吼、了，爱阁请咱的日本母国的参众议院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根据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予咱台湾来公道决定未来变呐。要阁继续留伫美国、日本内底，还是要跟
美国嘛，跟日本做一个迄落邦联，哦，像英国、英国大英国协安尼，或者大日本国协，哈，或者咱要独立，变做一个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是要做一个中立国，哦，就是跟日本等距外交，跟这个美国啊等距，跟中国啊等距安尼，哈，像较早的瑞士，哈。但不瑞士不要那家己联合国啊。好，好，过来咱来看，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啊。啊，咱先来看，1970年10月25日，2500号的国语文的内文来看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个国语文内底敢有讲到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无呢，是蒋介石的代表向驱逐出去呢。所以你若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我定咱定来安尼讲。甚至讲台湾退出联合国，这上大错误就是歹空的伊都不是有只讲哦，咱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咱家己台湾人拢安尼讲哦，唔是，无论你是毛泽东政府也好，还是蒋介石政府，拢总叫做伊只是一个政府呢哈、哦，你注意甲看，联合国的椅啊、名牌、刀啊，哦，拢要滴咧，干那椅啊换人坐了。倒下伊也无换，敢若坐伫顶边迄个人换人呢？即马换上坐，当然换毛泽东的代表伫遐坐嘛。即、這个 China 即个名牌无换嘛 ？China 是一个国家，即马啥物人去做主政？毛泽东政府即马咧主政，就是毛泽东派代表去阿里遐坐，吼、哦。所以阿边也是讲，我卖跟你抢这倒下伊啊，卖抢这位，我伫个边啊，我甲你做一条新的倒下伊啊，我甲你要坐。结果伊上惊有无？上到联合秘书、联合国的秘书处，联合国秘书处连看都无看，甲退惊。意思啊，你台湾都还唔是国家，你无资格来加入联合国嘛？连审查都不用审查，敢那看到台湾啊，这都还阁是狗啊，还袂进化变人呢？你要来请求证，吼、哦 okay ？好，来简单解读 China 哈、哦。过去圈内拢可是瓷器啦哈，这里澳洲较早第个看了白色色个这个瓷器吼，大惊细色，讲哇，它有遮水个灰啊，遮水哈，嗯，这是为支那来的哈。好，啊支那这是音译，日本人甲新呐哈，这个甲翻译支那，啊介奇怪，中国人啦听到支那都掠狂，都起动啊。哎，只是干那翻译呢？咱咧讲像迷你裙有无？哦，迄30年前咧实行迷你裙 ，mini， 咱嘛用也应该翻作 mini， 就缩小的意思哈。啊，这支那啊，日本都甲用支那音翻过呢，安尼有出代志。所以你中国人介奇怪哈。啊，那用台语讲，我都猜哪哈。啊，即马中国人哦，咱较早。台湾常在讲食国民党有无？即马因恁朋友拢在食共产党，因过去拢嘛开公家的钱咧办旅游，还是餐厅食饭，拢用共产党要开什么会的名义，咧食共产党，吼、哦，咧吃呐。啊，即马尾啊，发现讲拆除都更吼上好谈，中国的官员配合建商拆旧厝。都更哦啊，这拆哪里上好谈？哦，迄差过差伫个建设公司监管哦。过来，哪边有钱拿上好哦？你去国民党都来台湾，但伊咧伫总统府咧演讲讲，阮即马来遮，阮无咧收红包。台湾人迄阵听无，啥物叫红包？因为日本时代无人咧送红包啊，唔知红包是啥。啊，结果因拢穿个中山装有无？遮两个大个落地啊，遮嘛两个四个落地啊。
那底下个有迄个会当掠有配件会当伸缩有无？迄拢咧提钱啊！伊甲你讲无咧收红包，结果咱咧工作办代志，唔代拢办袂过，尾啊！恁中国人在偷个，你啊来在洗钱啊，爱洗红包啊！哦，红包就洗，哇，水通过，大家开始知影红包的好用。所以因呢，立法专书一本遮大本，咧叫咱台湾人遵守的。哎，嘛是咧叫咱台湾讲，伊事实上凊彩摕一个发条的，当来动，互你袂过关，红包来较会过。所以法院嘛因开的，所以法律定安尼，法律千万条，卡输黄金一条，好无？你到尾台湾人啊，了解讲啊，你要堪伊物质拢输伊啦，都送钱送金条拢 OK 啦，都过啊。那么在国际法的规范里面，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被亡了，亡国了，没办法代表中国，像金门马祖是一个残余国家，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当然没办法再反联，它是一个流氓政府，它如果真的要反联，真的反攻大陆成功，又在南京总统府又先机了，这样也能够重新加入联合国。那么台湾国还没出世，要怎入联？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出世，所以这两个都不好，哈。OK， 好，来，你们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患，哈，看医生，我咱有啥物 case？ 这关于精神病院内底，哈，啊，每三个月，这医生拢爱阁叫人出来复诊，看讲啊药啊安尼食三个月有效无？有较好无？那好啊，一定让因出去。所以医生叫因人三个结合了，啊，就伫个壁画一个门，搁画一个门把，甲因三个讲：啊，恁三个拢好啊呢，哦，一定出去啊，一定出去啊，哦，恁出去。真正两个就装作在咧抢迄个门把，要抢出来。哎，医生害到啊，这个可能药爱下较重的，食一粒无好，爱食两粒，啊，就爱换药啊。我啊，就真欢喜讲另外迄个吼，好些好些呢。拢无叮当，讲哎，啊你好啊，你怎唔出去？哦，医生对这个家访足惯的，叫迄个甲讲，嗯，迄两个痟的，啊锁匙伫我家，无来甲我提锁匙，免哪出去？哇，啊这个佫较食力。咱这个医生认为讲伊好啊吼，拢无动作，袂讲戆戆，袂像迄个虚构的梦。结果医生哇！为天堂掉了地，本来期望足高，那像哇，这个较严重啊，无采咧食药啊，无效。好，啊，咱为遮来看吼，这三个病患是毋拢无承认家己有病，对不？所以做者台湾人，你也讲，咱拢病无作个，咱拢台湾人，嗯，我中国人呢，家己台湾人安尼，认为家己我。中国人较是正常诶，伊竟然否定家己，毋是台湾人安尼，吼、哦，好，这两个冲去开问迄、那、哦、個，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诶能力，吼、哦，无党无派，吼、哦，即款人，我啊，啥物人管拢共款啊，无做无饭通去食，有无？台湾人就是定讲即句，哦，迄差足济咯。你看啦，阿扁也咧做顶四年，迄阵咱台湾人行路有风呢，吼、哦，迄阵变啊骂啥物人，拢无要紧。你若看到蒋经国，嘿，啊，蒋介石你阿骂，你掠伊入倒关，吼、哦，伊绿岛深造。好，第三个，伊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我民进党党员三四十万人，啊，你当民政府较。三四万人，你无来看阮夹，要独立较有可能。歹势，咱是独立无吼，咱是要回归日本哈，咱要自治。结果民进党人国际法律无了解，啊，干那凭伊讲伊个组织人较济，哦，啊，数字就是伫手里呢，你无来找我，较有可能。所以咱要去甲民进党遐朋友讲哦，真困难。我做一个朋友，
哦，我这个哦，高年前我等下这个论述吼，做翻译甲遐好朋友讲的是，哦，他们专家安尼暗棍啊已经动大条，因头壳作定，因拢认为讲咱不成气候，哦，伫咧八九年前一定是安尼，啊，即马我发现讲，你虽然咱即马法律咱较知影较知，捌比较侪讲的，即马讲的拢点点，但是因都有一个自尊心啊。较早都看你瀑布啊，尔即马煞拢会当在电管咧搞啊念经刷教。如果像阿扁做总统，咱台湾人看伊无啥气对无？嘛是叫人叫骂。啊，即就是讲，哎，阿扁啊，迄个阮隔壁庄的啦，啊是阮浙江啊，因啥物人的啥物嘛安尼，无迄个做一个迄、那个格调出来对啊。好，那么。这、那个医生就是咱台湾民间会成员，有受过法理训练，伊拥有正确国际法理，能眼观察，为了医治生病的台湾人。所以咱来遮受训，你若捌了，你也好好去研究新台湾论，研究个透彻，甲台湾个国际地位、法理将来要行什么方向，了解了，咱来处理甲台湾人讲，讲个清楚。啊，咱处理顶个咧做医生，因为要甲伊个头壳内底遐歹物仔拢要甲踢落出去吼。但你个头壳通，头壳好哦，唔好处理吼，拢医死呢。讲无好，就啥物销量，好朋友都变歹朋友，哦，啊就准备啊，互不来往。我阮早起处理个咁讲，足自信个欢喜个。处理讲，有时啊较好个朋友向走过来甲你望头壳呀，啊你头壳有烧歹无？啊，那较无实在，伊坐较远一寡，那比安尼，那头壳歹，功能头壳歹。即摆是啥物人歹？外口遐全歹吼。啊，咱有一个通信，从外口了，伊下过走来甲我讲，伊讲我较早那伫高雄陆竹有一个龙华堂，哇，有龙华堂在啦吼。对个，一寡有精神障碍啊。啊，迄阵无精神病院啊，啊，拢有个人甲关伫厝，甲你用连啊甲连起，啊，足可怜。啊，咧迄个事啊，阵拢伊甲收收转来，啊，甲因弄过无？啊，出去表演，啊，接一寡捐款啊。啊，伊伫遐咧，原来你咪遐甲做志工。啊，又看一个，看到都好势好势，他们咧讲个拢正常正常。啊，伊就讲，啊，你都好势好势，你来不爱出去？迄个安怎甲因呢？我唔好啊！哦，外口足危险的呢。我讲是安那外口够危险，我外口拢笑的呢。所以咱来遮上课，介济人嘛讲咱笑的呢。啊，到底谁笑的？所以咱今仔来遮学要做医生，你来学透好哦，技术学较好，莫出去医甲医死啊！好。了解了哈，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哈，就是讲，咱伫美国军政府下骹来，和咱台湾民政府台湾人主持啊，啊就用立陶宛的模式拒绝参与投票哈，或者投票低于50%，安尼全世界的人就知影讲台湾人觉醒啊，不爱过中华民国管哈，来，啊就用琉球返还模式哈，拄啊讲的哈，等下。大日本国好，含日本结盟这邦人，也是联邦，也是中立国呢。啊，好。好，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真侪来上过高级班了，拢会问一几个问题。那也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啊，那也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入来占领台湾，哈，接管台湾。啊，那也无爱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拢定问这三个问题，哈、哦。啊，这拨经费予咱，这咱比如怎讲？诶，咱台湾人接无过，第一个，你家己拢袂晓家己断起来吼、哦。咱家己靠家己伫台湾来，吼、哦，就咱这个同心做来拍拼，吼、哦，卖何必讲？得个摕钱来跟台湾做安尼吼，这是一个高调的问题啦，哈、哦。啊，那不爱叫美国赶紧来接管台湾，啊个不爱叫美国甲
流氓政府甲刷一金门码头。啊，这咱来认知讲，二次世界大战时阵，美国含台湾、日本的台湾是敌对国，咱即马建筑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这上下位阶你要搞清楚。占领者是顶管，咱是比占领者厉害。美国对咱民政府两个要求，咱敢有准备好？比如怎讲个？爱训练四千个，啊，甲四十一万分的身份证有无？这两项咱敢做到啊？美国先叫咱这两项做，咱还袂做到，咱特别讲要求这個，哦，这无理。而且这嘛，敢那员工咧叫董事长讲，敢那讲，比如伫洗手间，咱拄到董事长，董事长啊，涂骹遐惊人，你才无爱清清扫扫的。出员工咧指挥董事长，哦，这唔对哈、哦。咱的上下位置要搞清楚。咱的上司和咱两个任务，咱爱先做好，咱才有资格要求讲要做啥，好、哦、对不？好来，过来做点后援啊。这个麦克阿瑟将军有讲，台湾是一只被敌的防空母舰。你这真正，这个咱占这个位置是战略足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哦。那么，麦克即马是不是咧联共制台？伊联合阿强啊，咧压制台湾。阿伦他遐讲，咱最不要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麦克足阴险的，哦，伊刁工。利用这个马奇奥有无？他们的男朋友拍台湾的这个司机，计程车司机，好、哦，迄几礼拜透早报到暗拢咧报这件，就是要让咱台湾人切日本人，让咱会这样仇日安尼个。啊，过来利用这个毒美牛事件有无？这个苏多军这个问题，要进口美国牛排之外，刁工用这个提一挂物件。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吼管碧玲啊，即个拄啊利用伊来，立法院来攻击，来攻击讲，行政院长讲啊，是安怎美国要用这毒牛肉给咱台湾人食？安尼报落煞，咱台湾人讲哦，这美国这歹人，给咱要给咱毒牛肉食，是毋安尼台湾人会卖臭美？仇美仇日是马英九要做的，因为伊知影讲，中国人若要伫台湾统治，就一定爱互台湾人仇日仇美，哦，所以咱莫中计，哈。好，啊，我主要我咧困啦，哈，我咧想讲咧空虚妄想，讲咱台湾民政府若执政，啊，台湾伫遮呢，啊，边啊这罗马国家。我讲，那民政府之前，咱开国际标，开两个，叫全世界上头个上聪明的发明两个物件，上大机的，佮上来机啊，为台湾下骹个机要开，啊，佮发明一个上大粒上有力的眼影，佮倒伫下骹，啊，总个规只开来美国个边啊只，我伫伊只加州只，敢若袂歹。这圣地亚哥在这呢，圣地亚哥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母港。我2013年去台湾民政府去美国开记者会，啊，我有去啊。哦，迄个，四月二五，去到五个车啊，吼，我安尼足凉，很舒服，啊，空气安尼足清新呢。哦，我说想吼，台湾人来这边啊，唔知偌好，所以迄阵都康师傅上，我想为遮来，吼、哦。啊，这你若要说来遮，要注意哦，袂使入侵领海呢，吼、哦。你伫差不多伫个外海，然后100公里遐，就找一个较好个所在，哦，搁浅，吼，安得好啊。喂，困懵困卖乌白帮好无？这是我咧想，啊，若真个来到遮吼。阿强啊，迄什么 M 族飞弹有无？讲千几粒变2000粒啊，迄拢差不多300公里的。徐武到这落来，徐武了，无法度拍来到这。啊，伊若要用洲际飞弹，哦，迄一粒拢几啊亿，伊无遐济粒，通去射。
啊，那你知影中共的飞弹未解准控制无好，食着过头，我去拍着加州，哇，拄啊中美大战，美国讲你先甲我拍好，拄啊顺机会甲你修理啊，好，好，安尼有请困请啦吼，卖个白忙，好来，啊，即马，好，即马这十几年来，阿强阿公，哦，武力外强啊，伊伫十几年前。去甲乌克兰买一只，迄阵叫做瓦良格号，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改装，出海试航，哇，夭壽啊！啊，他摇晕，我想讲这烧土炭，这是清朝时阵咧烧土炭，有无？伊个北洋舰队拢安尼摇晕有无？什么时代眼睛做出来这样摇晕？咱个汽车赛啦，在摇晕讲这爱模拟牛啊，还是讲这台车爱淘汰啊，爱换新车对无？到时咧就摇晕，啊，他这技术有偌好，好无？啊，那这样。那要拍这只航空母舰吼，嘛免用什么 GPS 卫星定位，啊，看对了，有这个我们为了炮弹甲射就对啊，对不对？这目标很明显。啊，所以，迄阵瓦良格号一个出航啊，安尼叫阮，啊，我用台语甲翻通，叫做瓦良公号出航，瓦良公号，啊，恁你嘛甲笑哦，伊嘛歹势，那阵改名，能改做啥？私人有无？私人引清兵来打台湾吼，甲郑成功甲赶走好无？所以阵改做私人号，啊，甲换做台语叫做西人号啊。哦，啊，我两讲啊，西人，啊，即马笑笑，即马佫甲叫伊即马歹势，佫改，即马改做辽宁号，啊，台语讲做辽宁。哦，我两讲啊，西人啊。啊，了然，嗯，啊，即嘛唔代表改啥，唔知啦吼，等啊改出来，咱再来翻译吼。啊，全世界都发这只吼，航空母舰电源无无人机的这只，有几阵啊？伊先驶去客船，啊，无人机用吊架吊去船仔顶，啊，驶去外海，船驶出去，无人机伊只用滑跳的，这就是。两公的版本，佮你用滑跳，伊只跳跳有无？唔是像美国，伊用蒸汽弹射。人即马伊美国上进的是用迄个电磁轨道，用电的杀出去吼。啊，这就是两公，这个蒸汽弹射，这是英国发明的。啊，英国迄阵跟美国同盟国，啊，迄阵美国有去参加英国的欧洲战场吼，所以英国足感谢美国。所以这方面的技术无偿给美国，所以现在会这样做的只有美国而已，哦，其他国家全都要向美国买，所以苏联那时候跟美国是对抗的，所以美国不可能买，所以苏联最新的都还要有，都那当时算最新的还要滑跳式的，没有蒸汽弹射，所以他买这只回来了，哇，飞行机买下来说没有拦截锁，因为那时候苏联、俄罗斯跟阿强啊，因为军火买卖吼，买了苏凯27万啊，发生贸易纠纷。即马外边佫该买了这条 YS， 俄罗斯不爱买。啊，你们看一条 YS 呢？迄是高科技的产品呢。迄条 YS 爱轮有 Q 多，因为遐大个冲击力落来，放掉时爱佫恢复原状啊。啊，咱一般的 YS 你安个冲呢，都 Q 呀。哦，拢叛逆，所以阿强阿无多做。那么最近唔知佮走去甲对一个国家买中国的，听讲买入来哈。所以中国这几年啊，拢哈讲因的军事武力外强，啊，但是美国雷根总统1982年因就成立太空司令部啊，所以因本来真早就有迄个杀手卫星啊，哦。那么苏联的倒。嘛，跟这个太空、这个星舰计划有关系，因为这是高新科技，爱开足侪钱。那么苏联迄阵就是，伊个社会主义共产制度吼，你搁较拍拼嘛，领这薪水，所以大家拢咧浑水摸鱼，所以伊个生产力足歹。啊，一个美国讲伊开发这个会当用镭射甲你拍的时，苏联惊着，因呐。镭射是光速，伊伫太空中
用镭射给你射你的核弹的发射地哈，迄算秒的，几秒钟就到啊！你来不及反应，所以苏联惊，关于请全国的科学家的力量、甲钱、物力，拢在研究，伊原来要做星战计划，要反星战，所以开足侪钱，伫无路用，无伫生产民生物资，造成苏联的经济崩盘。买一个面包要排几个点钟，买到这家庭主无法度款三顿好，红菜好囡仔食的是，遐妇孺起来抗议，伊出来游行。甚至游行到工厂，迄个切断两两百，叫人出来讲唔免切啦。阮即下买物件拢买无人个食，啊！你即切只你啊，全苏联分的嘛，要分着阮，阮啊排几工啊，啊都拢免做工过啊，吼、哦。所以到尾啊，苏联经济，即会使讲话呐，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然苏联准解体哇！啊，变成十几个国家。好，你看1969年，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阿维准在拍地方注音呢，啊，他唔拿他去酸掉自己吼。阿姆斯壮不小心撞上月球，啊，啊，咱来看中共呢，2010年要搁咧学习太空舱对接，啊，你刚才看这个日期，起码已经2015年啊，哦，堪顶管这个1969年，1970，也算70，哎，差人差不多45年呢。干那太空技术这方面来比的，差45年啊。哦，所以讲阿强啊，外国迄拢袂啊哈。好，过来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我阿能比如顶我。我真佩服伊用一个例讲，你骑一台卡达车，骑，逐渐会转变变四轮的轿车。啊，你驶一台儒龙啊，会带去哪？迄尾音牵起的迄种轻视的音啊，儒龙啊，好不好？车就卡大只有无？车就卡小只，卡达车，好不好？儒龙啊，就是咧轻视。哎，你看这个名，这个白猪吼，做龙宫，这个白猪已经消失去啊！吼，你使儒龙啊，使，逐渐会转变成变猪的。干安尼？这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啦，吼，无人讲看官经过选举，台湾会变成独立的国家，吼，国际上嘛无这个咧。台湾的战争在还未形成。主权了底下伫美国手里，吼，你若无去甲这申请，无可能独立吧，哈。而且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台独代表战争，较早咱拢认为讲阿强要甲咱拍，唔是，美国要甲咱拍。这块土地底下伫我手里，那你要甲我摕倒啊？你无经过我同意，你无摕钱来还清，免哪甲摕，吼。所以台独代表战争，美国讲的是美国要甲咱拍，搞清楚，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哦，我就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向各位报告，哈，哦。好，谢谢。